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尔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彭彭哥。对，那么今天呢，对，就是来打火箭队啊，因为我题材实在太多了，还是录都录不完了。虽然说有一些我真的是不太想录了，录到腻了，好不好？之后可能会找一些题材来拍。啊，关于 L4 D2 那一部最后那一部第四关的影片之后再出，好不好？虽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出了，其实都是因为自己懒得剪。懒惰成型欸，怎样？我要换超梦来打，怎么是第一只就是超甲狂吸啦？太夸张了！那这边呢就发动我的大招哟，超能力一直都很难控制啊，这个超能力的大招一直都让我只有 Great 而已。哎呦，秒杀欸！那下一只，下一只，怎么还是快拳狼？那我再一次啊，再一次，那次一定要 S 人。Excellent， 哎呦呦呦呦呦 ，Excellent，Nice 啊！这个的确不好操控欸，真的。让我发到大招，怎么还是同一只？喂，我要超梦死掉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派快龙上来好不好？反正他也打不动啊，他也就打不太动。这边为什么是他先发动大招？哎呦，这个大招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边呢，换我发动流星拳了，炸死你！一直以来都是最强的招式。好，我们就战胜这个火箭队啦！获胜500星辰。啊，呵呵。还没满，那我们一样获得了七颗球 ，IB 也不算太高，先走圈啦 ，OK， 等你攻击，然后我刚不知道为什么很顺手丢了个凤梨，啊这边一个，两个，有，我还以为他会跑掉，吓死人了。好，这边再秒把它进化一下，看他先看一下 IB 好了。虽然有时候我都很搞不清楚顺序，就是到底是先进化还是先看他 IB。反正这只 IB 怎么快就是不太好，就是直接传送掉啊。好，直接，我就知道，那我们把传送掉，就下面一位。好，这边就来到是这个。对，一见面，然后被火箭队给占领了，相信在直接到管他都不陌生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的话，我再挑一下这个阵容啊，看要派什么。这一只好像不错哦。好，就这一只万用的蒂亚卢卡，简单来说就是老阵容啊。啊，他派出的第一只是这个御三家。一代的，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派这种阵容来给我打。好，下一只上来，马上给你个咬碎啦！这个轻松 S 人不解释啊！好，他已经快要死了。OK， 咬咬攻击，下一只。还算蛮快的，哎呦，怎么是你？等一下，我快，哎呦，等一下我的班吉亚怎么死了？然后再换一只班吉亚，不过相信也是一样啦，没有射杀我的班吉亚就先死掉了。这果然是要蒂亚卢卡才行啊。那这边我剩最后一只的状态下跟他获胜了。好，一样是500星辰啊，老样子。这边的话只有6颗球而已，真少啊。他给我捕捉到是卡迷龟哦，然后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我又顺手丢了凤梨。好，这边再丢，
原本是想留到社群日的时候再一起丢的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直接抓到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来看一下他的 IV， 很好，进化之后传送掉。虽然说这个真的是我的每日任务，搞到像我的每日任务一样。好，这边的话，那我们今天使用就差不多到这里，说各位观众，我是贝拉，那么就下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